就叫Oculus Global, OK? 然后我们公司嘛其实有很多产品从这个 fashion 的产品都有，所以一开始我们公司这个公司已经是13年了，然后一开始我们是一个 fashion 的公司，手表啊、珠宝啊、眼镜啊、包包、鞋子、皮夹啊、银啊，都很多珠宝的 fashion 的产品，然后都做得很成功，公司有上到这个叫艾美奖啊、金球奖啊、多伦多的电影节啊，都有上到了。然后因为我们公司也发现，哎，外面的市场的护肤品跟保健品的行业就非常大，所以前两年公司也有做一个护肤品的产品，然后最近有这个叫生命之泉的一个保健品，然后现在卖得非常疯狂，然后其实今年的十月到十一月，公司也会有在加多几个产品，非常棒的产品，待会我再分享。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 fashion 是从20块钱加币开始然后这个护肤品也是非常棒但是那我们的护肤品的最特色的地方是说我们的专利有84个专利嘛。它的目标是把皮肤最大的问题帮你解决，那皮肤的90%的问题都是细菌 ，OK 细菌。然后我们的晚上的这个 cream 有84个专利可以帮你杀掉这个细菌，还有白天跟晚上的这个 cream 也有这个生命之泉的这个材料在里面，所以非常大的帮助你的脸 ，OK。然后，但是当然，我们都全部都很爱这个生命之泉，现在卖得很疯狂。然后，当然，问题是自由基嘛，有很多自由基，那自由基嘛，有很多地方都可以来的 ，OK？太阳啊，睡不够啊，吃一些这个什么 fast food 的东西呀、啊，这个 pollution。太多的运动、喝酒、抽烟、压力都会有这个自由基，然后，所以当然有自由基嘛，我们需要有这个叫抗氧化，可以帮到我们的一些问题。然后抗氧化嘛，目前的话也有两种的，一种是这个水果菜嘛，但是它里面有什么农药啊，基本上它里面的营养不会很多。那第二个方法可以有这个抗氧化，是通过这个维他命的，但是维他命的外面的一层这个什么塑胶啊，有可能有 BHT 或者 BHA 是非常不好的东西对我们的身体。然后所以抗氧化目前的话最大的问题是说它的效果会非常慢，非常慢，因为它是通过你的大肠才可以效果嘛，所以有很多报告在加拿大跟美国是说，你吃一般的维他命，大概一半都是变浪费，因为你的身体没办法可以效果，这个的东西，所以当然这个维他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问题。其实你可以看你的维他命嘛，如果你有吃，你看它外面有一层。很像这个很 shiny 的东西嘛，它的目标其实是保留这个产品可以放多久，比如说两年的时间，但是这个东西对我们的身体嘛其实是不好 ，OK？ 所以对维他命公司是非常好，它可以卖得更久，两年的时间对我们是不好的，所以现在嘛，很多人开始慢慢学习。怎么是叫木粪素 ？OK， 那木粪素嘛，其实是也是一个抗氧化 ，OK， 所以木粪素嘛是抗氧化的。然后如果你没有听过木粪素嘛，当然亚麻籽啊、绿茶啊、这个叫什么 oatmeal 都有木粪素 ，OK， 非常一个健康的、天然的、健康的一个食物。但是我们的科学发现，如果你的木粪素是从一种素来的 ，OK， 它也有多几个帮忙，一个是抗发炎，一个是抗菌，所以这个变成三合一，有抗氧化、
抗菌还有抗发炎 ，OK。然后，所以我们的科学在挪威，它是因为下雪很大，有时候这个树子嘛会断掉啊，往会掉到底下。然后这个科学一直发现，哎，为什么这个树子嘛断掉不会死掉，它一直会活着的？所以他们发现，在全世界，这种的树不会得到病。所以它是叫 disease-free tree， 这不会得到病 ，disease-free。它也是一个self-healing， self-healing 是说它会自己在可以活起来的意思，所以它不会死掉，然后短掉的树枝也会自己再弄回来的意思嘛，所以非常一个棒的一个树枝。OK， 所以你想一想嘛，如果一个苹果或者水果，可以活了大概两三个月嘛，会死掉，对不对？但是树可以活多久？树嘛，可以活几千年。所以，如果我们有办法可以把这个树里面的这个science 跟 technology 变成人可以喝的一个产品嘛，当然对我们是非常一个好的帮助。OK， 所以木粉树嘛，全世界有很多种的木粉树，有很多种的水果菜都有木粉树，但是这种的木粉树在北边，因为北边跟南边也不一样哦，北边的木粉树比较强一点，然后它里面的木粉树是叫 7HMR， OK， 7 hydroxymetrosinol。OK， 所以全世界嘛，这种的树有这个叫 7HMR，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产品的材料。OK， 这个什么原本的这个材料叫 7HMR。所以木粉树嘛，如果你去什么 Google 木粉树，你会看得到有很多很多20-30年的报告都已经说过。木粉树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事情 ，OK， 一个食物。然后他已经有看到，从30年的报告，人多吃木粉树嘛，会少了30%的机会得到癌症 ，OK， 得到癌症。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了解。我先打开另外一个，等一下一个 diagram 给你们看，为什么这个木粉树对癌症也有很大的关系 ，OK？ 是因为嘛，我们的细胞 ，OK？ 癌症的细胞嘛，有这个叫 receptor，OK？、Okay? 这个是 estrogen 嘛，这个 ES 这个 TLGN 是女生的荷尔蒙 ，OK？ 叫 estrogen。然后，如果你女生的荷尔蒙有太多，然后你的 molecule 有拆进去，这个叫 receptor。这个嘛会变成叫 bounded， 所以有连到了嘛。那它一塞进去嘛，这个癌症会开始会分开，它会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八变十六，会一直变更多嘛。所以这个对你是非常不好的事情。所以女生有太多这个荷尔蒙嘛，是有点危险。所以为什么我们用这个产品生命之泉？可以帮到这种的问题吗？是因为他们发现，这科学家发现，女生的荷尔蒙跟公司的生命之泉的木粉树的 size 是一模一样大，所以生命之泉的这个木粉树嘛，可以帮你拆进去这个叫 receptor， 帮你挡住。OK， 它会挡住你的这个 receptor。OK， 所以我会很快去翻译一下嘛。OK。这个是你的胸部跟木粉树有什么关系吗？那木粉树有五个方法可以帮你有小的机会得到乳癌。OK， 第一，木粉树叫 lignin， 是叫木粉树吗？可以拆进去你的女生的这个叫 receptor， 不让它可以开始一边而二边，它会挡住这个问题。OK， 第二嘛，木粉树会帮你多做一个叫 SHBG 的这个 sex hormone。 那这个嘛的意思是说，你女生的荷尔蒙会变猛，太猛了，帮助这个 SHBG， 所以不会让你的这个女生的荷尔蒙插进去这个 receptor， 它变更猛。OK，
第三，木粪处嘛有很多很多抗氧化在里面，所以它倒可以帮你把这个自由基边拿走 ，OK， 第四嘛，木粪处也会帮你挡住一个叫 aromatase enzyme， 这个 enzyme 嘛会在你的身体帮你更多做这个女生的 hormone， 它会produce， 就是说你会有更多的女生的 hormone， 它会挡住这个 enzyme， 不让你的身体有太多这个女生的 hormone， 所以乳癌嘛，其实它是需要女生的 hormone 才可以一直长。那木粪素可以帮你的身体嘛的木粪素的把你的女生的 hormone 嘛达到到平衡，所以这样子的话嘛，这个癌症的细胞会开始死掉。OK， 所以这个跟女生的 hormone 嘛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OK。还有心脏病啊，胆固醇啊，这个是男生的这个 prostate 的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然后因为我做不同的产品，有吃过很多不同的产品的公司嘛，我常常听到他们说，哎，我们公司的什么抗氧化又最多的，那我会问他，那是多少？是很多，因为他们都是说的嘛，很多，那我想知道是多少的多嘛。所以我很喜欢，因为木粪素嘛在食物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你看嘛，木粪素在菜水果跟这个饮料都可以看得出来的。那为什么红酒是健康？因为红酒里面也有每一个 100ml 的红酒它会有91的这个叫 microgram， OK， 很少的，所以这个叫木粪素也有抗氧化了， OK， 但是在水果里面嘛，这个草莓也跟 apricot 有300到400的木粪素，多很多。但是在菜里面嘛，这个花椰菜跟 kale 有1000到2000多的这个木粪素。但是在台湾嘛，你不会生吃这个菜嘛，因为有点不干净嘛，所以那就你一煮嘛，不好的东西给杀掉，好的东西又给杀掉了嘛，所以但是还是很健康的 ，OK， 那就目前的话，全世界最高纯度的木粪素嘛，是在亚麻籽，你看嘛，亚麻籽嘛有300000，所以之前嘛2000是最多。那木粪素有300000，所以木粪素嘛，这个在亚麻籽有多了150倍左右的木粪素，非常非常健康。OK， 但是亚麻籽有两个问题，第一嘛，你的身体不能吃太多，因为你会拉肚子，你的大肠是没办法可以效果这么多的这个叫亚麻籽啊。然后第二嘛，你需要把这个籽嘛弄成粉才比较好的效果 ，OK， 所以那生命之泉怎么跟亚麻籽类比？很简单，30万的 microgram 换成 milligram， 我们会除以1000 ，OK， 所以30万的 microgram 是代表300 mg，OK，、okay? 那每一个100 ml 的亚麻籽，你会有的300 mg 的木粪素，这很多，在生命之泉里面嘛 ，OK， 一样的100 ml， 你会有7200 mg 的木粪素，这个是多了24倍。所以你想想，亚麻籽跟其他的食物已经有多了150倍的木粪素嘛？那我们的产品比亚麻籽就多了24倍，那总共有几千倍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这个生命之泉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然后第二点嘛，因为我们的产品不是通过你的大肠去烧过嘛，通过你的舌头下面，所以它的吸收它的效果会最快的，它立刻进去你的水管里面 ，OK。所以很多人我发现会花蛮多钱想
想变很健康，要抗氧化嘛，买水果啊，什么叫 organic food 啊，但是在这个产品，我觉得是全世界最高纯度的抗氧化、抗发炎、抗菌，但是最便宜的方法可以有你的健康，因为每一个雪地。你喝雪碧是代表你有吃的1800的苹果的这个 juice，或者50杯的绿茶，或者什么40杯的 kiwi。就是说，当然你是没办法可以吃这么多的水果或者茶，然后当然也会变很贵嘛。那这个产品这是最真的太便宜了。现在这个产品嘛。你是用你的重量去喝，每个10公斤的重量，你喝两滴。那如果我是比如说90公斤嘛，那我是喝18滴。但是我是早跟晚饭都会喝，所以你可以早上晚上都可以喝这个生命之泉。那我都是喝19滴。那如果我感觉到可能是感冒嘛或者不舒服嘛。我会喝更多一点，OK？所以这个产品嘛，那你不需要担心你会什么 OD overdose，因为它有检查过，这个产品是有0.0帕的加 toxicity 的这个度，它是没有毒的，所以你多喝也是没有什么关系，OK？所以这个产品嘛，非常非常那个全天然的产品，它是 gluten free，也是 GMO free，没有改过。也有这个叫 GMP，就是说非常好的 quality 的这个 practice 的做法，也是 vegan，也是在加拿大做的，90天的 satisfaction guarantee，100%全天然的，没有什么酒，也没有这个叫什么 paraben，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天然的一个产品，OK，然后当然它里面有22个专利，所以。有一些公司嘛，也想做这种的树的材料啊，他要把这个什么 7-HMR 变成一个粉，或者一颗一颗的这个 pill，但是他不太懂，因为这个产品嘛，如果你没有这个专利，22的专利可以把这个木粉树变成人可以喝。可以效果的产品吗？那但是变成没有用，所以整个我们的公司在全世界有这个22个专利，可以把木粉树的变成可以效果的一个事情，OK？然后当然我们在加拿大也有拿到加拿大的政府的天然产品的牌照，这个叫 Natural Product Number，OK？这个也必须要有拿到才可以卖所以这个产品嘛，在全世界只有通过。我们的公司叫 Opulence Global，可以拿到这个产品了。OK，所以当然你们都有一些人有喝过嘛，但是这个产品一个很大的帮助，可以帮你的头发长回来，因为很多人的头发是因为它的 hormone 不平衡，所以男生的 hormone 太多嘛，会把你的这个毛囊长小。那如果你有喝这个产品，它帮你的 hormone。变平衡嘛，这样子你的男生的荷尔蒙不会很多，所以有很多男生像我嘛，我的头发通过6个礼拜都已经长回来了。那之前以后也是一样啊，之前少了，以后又更多了，少了又变更多了，那女生也是一样的，有很多女生发现，头发会长更快，指甲长得更快，更硬一点，对，好，头发变厚一点，对呀，那当然，如果这个毛囊已经死掉，那我们公司是没办法可以帮你再生出来嘛，只要你的毛囊还在，它可以保留，帮你保护这个毛囊，所以之前它还有一些这个毛囊嘛，也就有长头发长回来了，OK，然后有很多人发现，白头发又变黑，又变黑。然后这个女生前几年在飞机上认识他，他坐在我的旁边，然后他是上一个加拿大的电视的节目，叫《The Bachelor》，然后他跟我说，因为每一天他漂白他头发、染头发，他发现头发变很差，掉了很多头发，所以他的目标想长头发，赶快回来。然后他说，平常的话一个月。你的头发会长大概半圈嘛？他发现喝3个礼拜，
他的头发长超过一寸，长得很快很快，然后有更多头发。他以前嘛，他说他这个中间挑线嘛，以前比较粗，现在喝完这个三杯拳发现现在嘛，他的头发这个挑线头发比较更多了，现在他非常开心。而他的这个眼睛的这个毛嘛，又长更快，好，指甲也长很快了。然后这个产品对发炎有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帮助啊！我的一个朋友在新加坡，他的脚有痛风嘛，然后他靠的时候，哇，他的脚的这个叫 ankle 的地方嘛，真的很肿。我给你们看一个照片，很快啊。然后自己看过这个照片吗？他长得真的很肿，这肿起来，对不对？啊，这个在新加坡大概12:30左右。后来嘛，他就喝这么一支拳，喝一罐，也有差大概3滴在他的脚的地方嘛，然后大概半个小时从红变得没有发炎了，这很疯狂，大概半个小时变得没有，大概一半都没有在发炎了。然后他说，哎，我的脚完全没有痛了。OK， 所以这个东西嘛，对关节炎啊，所有身体痛的地方会有大的帮助。我以前也是滑雪摔倒啊，我这个肩膀嘛痛了1.5年的时间。以前呢洗头发很痛，不能拿太重的一个菜。后来我喝完大概2个礼拜，也发现哎，95%的痛都不见了。好，现在嘛是完全没有痛了，所以我很开心有这个产品啊。所以对，9点到10点，他的脚就没有发炎，到4:30是完全没有痛了。对痰奴病的人也是很大的帮助。259变210，大概喝了大概1个礼拜。Carmen 从13天，12降到8号。然后人有糖尿病嘛，他会睡得不好，因为常常晚上起来去尿尿嘛。然后后来人发现，哎，喝完这个产品可以睡得很非常好。这个人叫 Claudine 嘛，他是高血压，195，没有吃药，那之前喝产品之前是135，那以前嘛，吃药没有低到过125，那后来喝完三杯之前嘛，大概3月什么8号到3月19号嘛，他涨到从2月28号到3月19号嘛，涨到大概115，对啊，大概是3月8号是115，所以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可以帮你的高血压弄低一点啊。然后这个女生嘛，她本来是眼睛很不好了，后来发现哎，喝完1个月的时间，她的眼睛左边什么12.25变11.5。另外这边12变到11，所以说他的眼睛有变好，这是一个很特色的一个帮助。啊，这个 Neil 他本来不会看红色跟蓝色，他是看不到颜色。喝完大概1个月嘛，发现哎，他的这个蓝色回来了，只有一点点红色看不见，这非常一个棒的好棒的帮助。啊 ，Kelly 的胸部本来有2颗。像癌症嘛，后来他喝完几个月，在看医生发现去检查的时候，发现了他的这个 lumps 变不见，所以一颗颗嘛却变成不见，所以他代表说很健康。所以这个产品嘛，对癌症，男生女生的荷尔蒙的癌症嘛，一般的癌症嘛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这个产品嘛可以保护你的身体了。还有很多人会发现嘛，因为你的代谢会跑得很快嘛，所以很多人都有发现，哎，有变瘦，所以我们这个副总裁有瘦大概50磅了。现在我自己的话嘛，有减了13磅，哎，我没有吃少的东西，我在台湾，哇，天天吃很多但是也没有长胖，所以这个产品嘛，可以帮你的代谢弄得很快，可以帮你有可能会减肥。当然对皮肤有很大的帮助，上刚脚啊，擦2滴后天呢、这个脚是有个床帘嘛，后来他大概擦3天，因为他擦玻璃、有这个床帘嘛，后来擦3天，4天3滴嘛就好很多了。
左边去擦生命之泉，右边擦一般的乳液嘛。那当然，这个生命之泉有好，对皮肤会好很多。之前以后的这个这个得什么叫睡饱，对不对？然后晒太阳晒伤了嘛，很大帮助啊。这个东西嘛，可以让你的皮肤不会脱皮，也不会痛。然后真的有大的帮助 ，OK， 所以这个产品其实还有细菌嘛。如果你的吃的东西不干净，你肚子不舒服嘛，你可以赶快喝生命之泉，会帮到你这个叫 food poisoning 的一个关系。还有软片头痛嘛，这个产品有非常大的帮助。一头痛嘛，是因为脑里面有发炎嘛，也是一个抗发炎的一个产品，可以很大的帮助。然后所有的人喝完几个礼拜会发现，哎。我睡得很深很深，会常常做梦，因为它可以帮你真的睡得很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了。对，所以这个产品嘛，真的真的真的很太便宜了。那当然，关于这个价格嘛，你们都大部分都知道这个价格是多少钱。所以目前的话，妈妈，我会先在这边先停掉了这个产品的一个培训了。